一整片的农田全变成了烂泥，道路、房舍也都还有积水。这里是泰国西部的乐皮府，九月底因为连续豪雨，使得开恩乡的低洼地区成了水乡泽国。慈济志工得知消息后，随即前往勘灾。很多灾民都在做灾后重整，有人抢救小幼苗，也有人将浸湿的床单、被褥拿出来晾干。但不少人还只能住在安置所里。志工访查之后，过了三天再度前来，为五个受灾较严重家庭送上慰问金，希望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，早日恢复正常生活。大爱新闻纳卢文、康雅峰、坤大泰国报道。